你要逼开才行。那个不可取啊！啊，感谢莫的支持，感谢大志的支持。啊，我要劈开两边，要晾干才能烧的。这个你看到没有？啊，它这个要劈开啊，啊，劈开之后要再晾干一点啊。要喜欢看我们户外直播劈柴火的，可以帮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沧海的支持，感谢德惠当地的支持。啊，我们这个是现场直播啊。啊，这根就是咬树节的，看到没有？嗯，没有压力，还是劈开的咬这个。哦，没有压力，这个感谢大家的关注啊！啊，有喜欢看我们劈柴火的，可以帮直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哈、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啊，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啊，感谢八八四三的支持。啊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。啊，有喜欢看直播劈柴火的，可以帮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啊，我们这里是现场直播，龙眼树啊、龙眼树太大了是劈不动的，我们试过了这个。你嘎巴脆这个。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你看，啊，太那个太硬了那个木头。感谢妖师池的支持。啊，主播不卖机器，也不卖柴火啊。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感谢邓铁的支持。啊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！主播不卖机器，也不卖柴火，只是啊现场劈这个柴火而已。啊，大家说他要。有些老铁说，他是说要劈细一点。我们这里也不是大型的相亲现场呀，感谢幸运再接近的支持。啊，我们这里也不是，感谢亚松的支持啊。我们这里不是大型相亲现场啊。啊，感谢杨了个杨，感谢西来顺的支持，感谢嘻哈爷爷的支持，感谢十点半的支持啊。啊，没啥技术，我们就是劈柴火。啊，感谢水友的支持。啊，感谢思茶的支持，感谢阿东的关注啊，感谢 DY 的支持，感谢阿一的支持。啊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了。啊，主播的是下午跟晚上在直播的啊，这个啊，感谢阿东。加入粉丝团了，啊，感谢紫气东来的支持，感谢风的支持，啊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了，啊，有喜欢看主播劈柴火的，可以帮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，啊，点播关注不迷路啊，哦，解压对啊，是解压就行，啊，感谢洛贤的支持。啊，感谢醉过方知的支持啊！感谢紫气东来的支持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啊，喜欢看我们户外直播劈柴火的，可以帮主播点点关注。啊，感谢老五的支持。啊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呢！也喜欢看劈柴火的，可以帮主播点点关注。啊，这根就是老一点的柱头啊，大家可以接着往下看呀。啊，没有什么压力啊，这个。轻轻松松劈开啊！感谢青柠檬的支持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啊！啊，有喜欢看我们户外直播劈柴火的，可以帮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！来一根大一点的，来一根大一点的啊！那我们就挑一根大一点的吧！感谢真诚的支持。哦，那位老铁，来一根大一点的吧！啊，那个劈得动吗？太大的话是劈不动了呀！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感谢欣赏四重的支持啊！啊，我们不卖柴火呀，不卖机器，这根大一点了，你看，都高过那个机器了呀！啊，等一下先。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啊！啊，有喜欢看我们劈柴火的，可以帮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啊，劈完这一块，我们就上一根大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，能劈得动啊？那个是那么大。
你看这个大这么大，不是能逼得动。我们不卖机器，也不卖柴火的，我们只是在现场直播逼这个柴火而已。啊，先搞一刀，啊，安排。第一刀还是顺利的呀，轻轻松松，没有压力。在中间肯定劈不开了，要找好那个门路。是啊，要找好那个门路。好，你看一点压力也没有劈开了，这个大一点的。啊，刚才那个老铁要看大一点的，现在劈开了。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啊！有喜欢看我们直播劈柴火的，可以帮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！啊，感谢微笑的支持，感谢润轩的支持，感谢孙升级的支持。啊，感谢我是老兵的支持，感谢晴空万般的支持。啊，没有压力啊，这个大一点的呀，轻轻松松的。如果是太结实的，它是劈不动的这个呀。啊，感谢老杜的支持啊，我们在。找一根带八节的吧，啊，反正都是要劈的那个，来一根带八节的，这根应该是没什么压力啊，这个，这个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呀，能劈得动啊，不要劈那个八节啊，你如果是顺着劈的话，劈不动的。感谢老米的支持，感谢心意的支持，这个是荔枝树的吗？啊，来搞一刀枪。哦哟，太硬了这个。哦哟，哦，你看这个八节真的很难劈啊，这个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霍松敏，啊，你看，嘎巴脆啊，轻轻松松啊。啊，主播是广西玉林的那个口音啊，我们这个是散装的普通话呀，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啊。感谢平方的支持，感谢健康之神的支持。啊，我这个是散装的普通货呀。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啊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呢。啊，有喜欢看我们户外直播劈柴火的，可以帮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啊，感谢勇勇的支持。啊，感谢达维的支持，感谢阳光开朗的支持。散装是啊，我们这个普通货不是很好听啊，听得懂就 OK 了，其实很标准啊，没有吧？我们读书少。感谢国货的支持，马坡啊，马坡的老表路过啊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！有喜欢看我们直播劈柴火的帮主播点点关注啊！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啊，靓仔，靓仔还是劈柴的那个就是靓仔，啊对，主播是广西玉林市沙田镇沙田村的，主播是在。春夏里村里的呀，感谢六二一的支持，感谢蜜的支持，感谢干板香蕉的支持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有喜欢看我们直播劈柴火的，可以帮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这根应该是没有压力的吧？你抬这根过来，实木啊，我夹的应该是没有压力，劈开了这个，来搞起来这个，实木。好。有点硬哦，感谢永宝的支持，感谢刘海洋的支持，轻轻松松的，没有压力这个呀，感谢银的支持，感谢龙的传人的支持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啊，有喜欢看我们户外直播劈柴火的，可以帮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感谢曹小莲的支持，感谢杨妹妹，那个劈不动了你，感谢小慧慧的支持，那个劈不动了，我感觉这节肯定劈不动。摆在我们机器面前呢，是老表拿过来的这个，他是带八柳的，这节太大劈不动了。感谢花的支持，感谢雨滴的支持，有喜欢看我们直播劈柴火的，可以帮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。嘎巴脆这个，没什么压力劈开了这个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轻轻松松，没有压力，感谢金的支持。来，我们就劈完手上这一根香蕉。你看这个是没有压力的，这个。我们就来一根大的吧。来前面这一根大的，带树节的。劈一根大的。